我们半兽哥买了直排轮，让他玩直排轮。来帮他穿装备，超帅哦！你要去抓着栏杆吗，宝贝？哎，像上次一样，对。往前，抬起来。我的直排轮到了。不用剪刀剪。嗨，我要来拆一只排骨。
鞋带不好绑。已经绑好鞋带，穿好衣服了。好兴奋哦！我好久没有溜那种溜冰的东西了。之前是溜四轮的，想说跟儿子一起滑看看，所以我要先来练一下。脚要很有力耶，我现在脚比较没什么力，等我抓到诀窍了，要跌倒了就赶快三七步。它好像是外八，然后重心要往前。哎，我现在穿着直排轮，再稍微练习一下。我现在还不会刹车，可是会稍微滑步。要跌倒的都赶快抓膝盖，就不会跌倒了。这个真的要练脚力哦，因为脚要很有力，脚会很酸。难怪弟弟那时候会觉得脚很酸。要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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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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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会刹车，我在练习。好喽，就这样喽，我的开箱，直排轮，我要先休息了，脚好酸哦，这个真的练脚力。哎，我要去把直排轮脱掉了，这真的会有点酸。哎呀，好累哦。